咪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咪咪。我竟然没有想到猫薄荷对猫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，我的天哪，聚众吸毒，不，你是单身，单身吸毒，太可怕啦。笑一个宝贝。咪咪，你在干嘛？你是不是吸那个草吸炭了？猫薄荷吸炭？咪咪在我肚子上睡着了。我觉得我养了一只假猫，真的。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下我这几天到底有多么的丧。不，准确的说是因为，其实我只是因为今天这一件事比较丧。是这样，今天我收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罚单。罚单是这个1207，这个数字真的好丧啊！我都今天是这样，我一出门，然后我就看到我门上贴了这个。如果我不出门的话，我可能根本就这几天都不会发现，因为我现在比较宅，就是在冬天的麦迪逊很冷，然后就在这里待着。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人来拍我的门，然后要进来检查就是外面的家具什么的怎么样。然后呢，其实我的猫是跟我一起在睡觉，我们俩睡着突然惊醒，然后我的猫它其实特别的怕生，它会听到那个拍门的声音，然后就躲在床底下。所以我当时就收到那个要有人来检查的邮件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当回事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来检查也不会发现我。但是谁能想到呢，我的那个猫砂盆还有猫吃饭的碗，它其实是现在在走廊里，因为我的室友走了，我就为了给它多一点空间，让它在不要就局限于我的小屋子里，我就把它移到了外面。然后他们那些检查人员就看到了我这些东西，就笃定我有猫。那说的也没错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看到我的猫，但是我这样狡辩也没有意义，所以我就决定明天我找了一个我的同学去跟我 argue 一下，就是说那个猫是他的，然后他寒假有一个 short trip 出去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 Grand Central 的 policy 里面有就是明确不能养猫，而且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养猫啊，我只帮别人看一两天而已，就这样，我打算这样试一试，祝我好运吧。我真的挺难过的，$250有不少，最近我就在外面玩，我已经好穷了。这个是我前几天去跟好朋友去密尔沃基，然后逛那边的宜家，看到了一个小灯灯，我打算把它放在我的床头，有没有很可爱？但是我买回来发现以后它那个灯泡里面是不带的，所以就可能还得再自己买一下灯泡。这个是我宿舍已经有的灯。我现在手里有一杯奶茶，咪咪要吗？奶茶吊猫，它现在把自己的头塞在了里面。好，我现在把奶茶抽出来。它真的特别乖，现在。要去就是买一个巧克力送给他，顺便贿赂贿赂他，但是我现在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，因为我和我的同伴已经在楼下，我们现在就要进去说了，祝我好运。嗯，因为其实我们计划又有变动，所以我还是来给那个 manager 挑巧克力了，不知道他喜欢哪种，我就随便挑一挑吧。我现在自己坐公交车来吃饭，真的丧爆了，我还没有就 argue 完我的事情，然后我现在还要自己来吃饭，就是我每天可怜的生活。然后我发现我好可怜，他没有开门。咪咪，他好可爱。
阳光下的猫咪。刚才我跟我好朋友一起下去跟那个 Grand Central 的 Manager argue 了一下，说那个猫，我们俩演一出戏，然后那个猫不是我的，是他的，然后就是我们俩都是无知者无罪，都不知道那个，一个是不知道 Grand Central 能放，一个是不知道我可以接他的猫，然后这样就想把那个$250的那个钱就是免掉，但是呢我们真的太天真了，我们俩去那儿解释了半天，就刚开始就又卖惨然后又弱势，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那种，然后他其实还是挺过分的，他说如果那不是我的猫，就是是我朋友的猫，为什么不能让我朋友来付这$250就好了，但我一听那本来就是我的猫，我肯定就是不高兴嘛。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儿 argue 了半天，我其实本来是想非常的软势跟他，就非常就是不强势的跟他和谐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种，但是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强势的，事实证明其实强势也有的时候不是错的，因为我跟他说了一堆什么，又说我明年还借着住这儿啊，然后又说什么就是他本来昨天就要搬走啊之类的话，然后我还跟他站得特别近，我就他坐着然后我就低头看着他，然后眼泪汪汪，真的我都快要哭了，如果他不答应的话，最后我还送给了他巧克力，就是我刚才买那个作为化解的礼物，我真是服了。但他就是其实最后的结果还是，如果他说再发现我们屋子里有猫的话就要罚，就是他会罚下一次的加上这一次，意思就是会罚$500，真的好多呀，我真的很无语。但是刚才所以我上来的时候就是我也没有很高兴，因为有这个结果，虽然这次不用被罚了，但是就是有点担惊受怕的感觉吧。嗯，况且我屋子里除了我的猫其实还有另一只猫，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在考虑搬家了，就是很惨又没有办法。我们经过了奔跑，然后我们到了伊斯坦堡，这是我第一次来伊斯坦堡。嗨，现在是我第一个没有咪咪陪伴的夜晚，非常想念他，然后希望他这十天在 Lucky 住得开心吧，希望我的好朋友好好地照顾他，让他不要受苦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到一个新的环境肯定要花那么很多天适应的，其实我非常不舍得这么做，但是老母亲没有钱呐，咪咪想念你，我只能抱着你的姐妹入睡啦，拜拜。配你的麻酱，清汤火锅，奶茶火锅。